是正反翻的，正好的这张是放在中心的一个图。Spring， 这样。哎，哟，这个是有点什么用意吧？正式介绍一下吧，这是我男朋友谢阳。哎，你不是上次说那个没品的小伙子才是你男朋友吗？怎么？那是他哥。那个是个误会啦，那个没品的傻小子的真实身份是我哥，这位才是我现在正牌的唯一的男朋友。我们家这位醋劲可大着呢，你再提那傻小子，他真会跟你急的。哟，这皮没那好。哎，不过这外形还不错，跟你还蛮配的。那是，我们俩可是绝配。哟，哎，设计草图我昨晚上又调整了一下，你看看这个新的设计怎么样？好。还不错哎，哎，后面背景幕降下来那幅画，你是用漫画还是用照片啊？当然是漫画啦。哎，这怎么那么像？嘘，什么呀？哎，不许看。为什么不能看 ？Spring， 最后出场的那两个穿冰火主题服装的 model， 有人选了吗？还没有呢，现在还在选啊。嗯，那。可以用我们俩吗？哎，我倒真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哎。哎，我可不当什么模特，我也不会走秀啊。不行，必须当，走秀是可以学的嘛。而且本来要用的那两个 model 也是非专业的，所以你肯定没问题。没兴趣。你不是想知道那上边是什么吗？那你就必须上台走秀才能看得到的，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哦。哼，应该是这样啊。那可是人家成为你女朋友以后送你的第一份礼物哎，你都不想要的。那我先试试看，如果练到最后还达不到上台标准的话，你可不能怪我。只要你肯练，就一定没问题。Spring， 你觉得他行吗？他呀，天生就是模特的坯子，有什么行不行的？我告诉你，他往台上一站，保准没问题。哎，在这儿，哎，你把火和冰那两套衣服给他俩试一下，然后顺便告诉赵文，最后的模特我已经定了，不用他再找了。好，好吧，嗯。我跟你说，你们俩还真有点火影冰心的感觉啊。嗯。嗯。那这阵子你们两个辛苦了。哎呦，客套话就别说了，反正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们看下一步是不是还跟那两个经销商谈啊？得谈啊，我明天就去。别说经济危机还没来呢，就是来了，咱们该干什么还得干。哥，你别跟我去了，真的，你只要在这坐镇，他们心里就有底。啊，那行吧。那你就早去早回。嗯嗯，我们的这边呢也会再继续的找人跟其他地区的经销商联系，一有消息就马上通知您。好。哎，还有一句话。嗯，这事儿我跟栗子姐也知道了，以后你们就别什么事都瞒着我们了，是不是？这多一个人总能多一份主意嘛，我们都那么大了，也总能替你们分担一些吧，对吧？其实他们不知道瞒着他们。甜蜜小鸳鸯回来啦。啊！哎呀，罗森爸，你们回来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呢？等会儿，什么意思？什么甜蜜小鸳鸯？什么意思？出什么事了？嗨，人这你还不知道吗？啊？嗯，好了呗。好了？你跟雪阳好了？哎，你不是要当我儿媳妇吗？你怎么？哼！哎呀，二妈，什么跟什么，哪跟哪儿啊？什么呀？三爸，你这一路出差特辛苦吧？那等会儿，不是你，徐阳，嗯，我，不是你先给我来一下。啊？干嘛？神神秘秘的，
怎么了？嗯，说。我觉得呀，啊，这琪琪和薛洋啊不太合适。怎么不合适啊？你想啊，啊，他成天三爸二妈的叫着，我又拿琪琪当亲闺女养着，这实际上不就等于是亲兄妹？什么叫等于是亲兄妹？人怎么兄妹了？哎，我跟琪琪可没有血缘关系。哎，过去我跟他爸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俩还算有个法律关系，现在也没了。人孩子怎么不能恋爱啊？我告诉你啊，要说知立和楚木说他们俩要恋爱，那不行。为什么呀？咱俩现在有法律关系，咱们是夫妻，他们俩就算姐弟。人薛洋跟琪琪怎么了？怎么不能自由恋爱呀？不，就算是没有血缘关系啊。可是我是这么想啊，你说咱们组成这个家，好不容易四个孩子，现在弄得融融洽洽的，嗯，突然他们俩谈恋爱了，啊，不是谈恋爱，但是也没关系啊。你说万一有一天吹了，嘿哥，你能不带你这么聊天的？人孩子可刚好，你就琢磨人吹了怎么办？和人还没结婚呢，你说那将来离了怎么办呢？嗯，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嫌我们家闺女配不上？那不不，那倒没有啊，不是琪琪这孩子，我是特别喜欢。那不就得了吗？哥，我告诉你啊，嗯，我一点不吹牛，我这闺女绝对是一金砖。嗯，哎，绝对聪明，绝对善良，绝对能干。嗯，不，这我哎，就是个矮一点，现吃成长素也来不及了，也长不了了。但我告诉你啊，我一点不撒谎，结了婚当了老婆，绝对一把好手，而且绝对专情。嗯，真的。嗯。就前些日子他刚来咱这儿的时候，嗯，他不是说啊，我以后就得管你叫文姨，我不能管你叫二妈了，因为我要做你儿媳妇儿。我当时吧，我就觉得，因为楚木跟他根本不可能，嗯，两人一块儿太熟了，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他不可能。但我心里还真有点，哎，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万一要是跟别人好了，我还真有点不愿意啊。我告诉你，嗯，你就给句痛话吧，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吧？不是，那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同意呗。金姐二妈，哎呦天，别你怎么办？这孩子偷听了你，我真该死你们了！挑战成功。电视，快看电视！怎么了？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证券出售 ，AIG 陷入财务危机，金融风暴突袭华尔街。We of course everyone, I think everyone's understanding is everyone's loss. 六年来首次下调贷款利率，九年来首次降低准备金率，国际经济动荡之时，从紧货币政策是否？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啊，我这种赌会发生经济危机的豪赌，居然能让我给赌赢了。哼，现在薛茂祥真的是气数已尽了，该着。恭喜董事长可以了多年的夙愿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下一步咱们就这么办。这几天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是觉得你最近怎么好像有点躲着我的意思。闹了半天就是为了琪琪跟薛洋成一对的事儿。你不是吧？还发小呢？把我当什么人啊？我是真喜欢琪琪，就因为是真的，我才希望她能够幸福，她能够高兴才是最好的。如果说她跟薛洋在一块儿能得到这些，那我肯定是祝福他们，还替他们开心的。这感情的事儿吧，本来就是不能强求的。我还能不懂这个呀？好哥们儿，纯爷们儿，我要是女的，我绝对主动投怀送抱，逼你做我男朋友。别，我谢谢你，
千万别有这一天。喂，栗子姐。啊，我跟达子吃饭呢。啊？不是，哪个台啊？啊，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哎，哎，服务员，麻烦你给我调一下那个经济频道。好的，谢谢啊。三大金融机构的命运在……哎，怎么了？干嘛现在非得看？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金融风暴，今天就先到这场金融风暴的中心去看一下。这是九月十四号。真让他们俩压轴啊！死不灵也太过分了，这是。哎哎，你干嘛去啊？人俩人走挺好的。好什么呀？他们俩走的好不好，跟让不让他们俩上是两回事儿。选模特的事儿一直都是我负责的，怎么没经过我同意啊？哎呦，行了行了，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你呀、啊，就让他们俩走完这压轴秀，等你这火影冰心间秀结束之后，你肯定能从他俩身上得到你意想不到的超值收获。因为这秀啊，已经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在最灿烂的时候毁灭，没有比这种谢幕方式更能载入史册的。说什么呢你？能说点有用的吗？美国已经发生了次贷危机，知道吗？火星上还发现了液态水呢，不知道这有用吗？哎呦，你别着急行吗？到时候你就知道有用没用了啊。那咱俩走呗，我觉得他们俩走的挺好的。哟，干嘛呢？你们俩这是？啊，你爸呢？楼上呢，饭也没吃。为咱公司生意的事儿吧？嗯，哎，你那个谈成了吗？当然谈成了，我正准备回来跟你们一块庆祝呢。我先上楼看看他去啊。啊。哥。干嘛呢这是？啊，你不会是想跳下去吧你？哎呀，这回这次贷危机呀，茂森怕是躲不过去了。我就知道你想这事儿呢。哎呀，行了，甭想了啊，该来的你想躲也躲不过去。你想想，咱现在国家经济这些年这么稳定，咱现在不是已经开始转国内市场了吗？我告诉你啊，今儿我这俩单已经都签下来了。签下来了啊！这不管怎么说是个好的开始吧。嗯嗯。而且退一万步说，咱想得好，想得容易，结果没成，破产就破产呗，没什么了不起的，真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着，咱挨不着饿了吧？我告诉你啊，哥，我这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过穷日子，真的，打小我就没穿过没有补丁的裤子。走，没吃饭了吧？走，进屋吃饭去，一边吃再一边聊啊。薛总，怎么回事啊？不是上班时间吗？这些人干嘛？怎么都走了？辞职了，全都辞职不干了。怎么回事？走这么多人呢？周案里派人到处散布咱们的公司肯定熬不过金融危机要破产的消息，而且听说他的人还在秘密的跟咱们的高层和技术人才接触，想趁机撬咱们的墙角。刚才走的这些人里面，就是有几个要跳到万源集团那边的。司长，董事长，快看看吧。怎么了？啊？这么多退单啊？嗯，刚发过来的。刚发到的。没事，别着急，咱们一件一件的来啊。先把国内刚签下那两单货赶紧发出去。对想辞职的员工，能挽留的尽量挽留，
非要走的，咱也别耽误人家前程啊。走。孙部长，什么事儿找我这么急？要先点点喝的吧。行了，说正事儿吧。嗯，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其实我一直瞒着您跟袁部长一件事儿。啊，怎么说呢？其实我现在也算是薛家的人。茂森国际的董事长薛茂祥是我三爸。楚墨藏得够深的啊！那你突然辞职离开公司，跟这个也有关吧？是。其实当初我是通过您跟达子才进入万源星律的，我对于他的具体背景我根本就不了解。我也是碰巧跟家人聊天，我才知道我进的是周家的企业。先不说这些了，我今天找您，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您是想让我帮你打探一下万源对茂森的下一步的动作和计划，是吗？我知道您会特别为难，我也真是走投无路了，我都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了。楚墨，我也不跟你说虚的，我只想听你一句实话，你现在跟薛家人的关系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我现在跟薛家人不是关系到什么程度。我现在就是薛家人。明白了，我一定尽力。谢谢，谢谢。什么事儿这么急啊？干嘛约这么个地方？这儿不是离咱们两边的公司都远点吗？省得被周浩撞见。哎，楚墨跟我交底了，说了他跟薛家的关系，还求我帮忙打探周万里下一步的计划，你看怎么办？哦，那麻烦你了啊，我等你电话。周万里已经放话跟那些经销商们说，茂森要破产了，谁跟茂森合作，谁就等着亏钱吧，是吗？是啊，不过郑涛他们还在想办法，能努力的再努力一下吧。陆总，谢谢您啊。这些日子实在是太……哎，秦晋。哎，振廷。走。文宇，志丽也在这儿呢。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那你们俩先聊，我先出去了。啊，好。怎么样？你挺好啊。啊。哟，雪仗你还留着呢，还弄了个筐子，你看。干嘛？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变化很大吗？特老了现在？不是，你坐，我给你倒水啊。嗨，没事儿，你别忙了。来，请坐吧。啊。这次的金融危机肯定是小不了，像茂森这样纯做外贸的企业，基本上只有等死的份儿了。他们现在唯一的生路国内市场，又被周万里看得死死的，所以薛茂祥肯定是回天无力了。我之所以还卖人情给他们，主要都是卖给薛之力用的，那是为了以后咱们独立做准备的。可是薛之力他自己也救不了薛家吗？他在风投界可是很有能力的。以薛之力目前自己拥有的资金量，对于茂森国际来说，那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如果我的资料没有错的话，薛之力现在所持有的三家成功上市的小公司的股票，那基本还在限制期，根本就不能变现。也就是说，有等于没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丫头，那还能有多少钱？他
他可是从上大学一开始拿奖学金就没再向薛茂祥要过一分钱的独立好孩子呀。他做基金管理人时候挣的钱基本应该都用在升级为合伙人以后的投资上了，所以他满打满算有个一两百万的私房钱都顶了天了。一两百万怎么救得了这么大个的茂森国际啊？哎，是啊。哎，过得还啊啊！你说什么？我想说，你过得还好吧？啊，非常好。你呢？你怎么样？啊，还行，还行。啊，真没想到，从雪山回来之后，你还真把这环保公司给建起来了，啊，挺了不起的。哎，郑涛和吴兴他们知道吗？你建这公司？他们俩是股东，是我们三个人一块投资的这个公司。哦，是吗？啊，对了，他们俩前段时间还提你。好多年没见了，变化挺大的吧？嗯，有点变化，瘦了很多，脸色嘛，没以前那么好了。你说我呀？啊，没有。我没问我说是郑涛和吴兴他们。嗨，你说他们呀？啊，嗨，他们啊，还那样，都挺好的。啊，要不这样，等过几天他们出差回来，咱们一块儿聚聚。好啊，真是好多年都没见了，应该聚聚。哎呀，其实我今天来，一来是看看你这儿，另外就是想当面谢谢你。你看这段我们家是乱七八糟的，真是你帮了很大的忙。另外照顾着这俩孩子，老薛跟我说无论如何让我跟你见个面，当面致个谢。温娜啊，咱们俩还用说这些吗？当然用说了，干嘛不说呀？应该的，就应该说谢谢啊。真的没别的事儿，我公司还挺忙的，我先回去了。看你这儿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那我走了，再见。好。哎，文姨，干嘛呢你这儿？哎呦，闲着没事瞎玩呢。你也在这儿？我怎么不能在这儿？这儿竟是我熟人，你干嘛去了？你上班时间你不好好上班，你到处晃荡什么？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因为有智力有陆总在这罩着你，你就为非作歹的，听见没有？您是要回公司了吗？啊，咱晚上回家吃饭时候再聊啊。那我走了，看着点儿，好好干活。知道了。听见没？慢走啊，文姨。走了走了。哟，你这是？你这是担心茂森啊，还是担心我妈跟准存吧？我信任文姨。喂，孙部长，是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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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我马上就上网。好嘞，嗯。怎么了？周万里想从茂森挖走的下批人员名单发过来了，走，走，赶紧见。哎呀。这个周万里这回真是动了杀招了，连咱茂森几个元老他都惦记上了，看来他是盼着咱们家早日垮台啊。三爸，那这名单能派上用场吗？能啊，有这名单我心里有底多了。你还别说，这孩子还真干了件有用的事儿。我就怕帮不上忙。孙乾是通过汪简得到这份名单的吗？嗯，对。你别看孙乾跟汪简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啊，其实私底下绝对是铁哥们儿。这个我听孙乾说啊，汪简跟周万里好像也不是特别对付，所以呢，他现在做的事儿也都是属于那个在人屋檐下不得已而做的，而且这次又是孙乾亲自去找他帮了忙，他也就怎么了，智力？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啊，没什么。啊，对了，文姨啊。爸，现在我的账户里还有大约人民币150多万的存款。嗯，
现在公司最需要钱的时候，这钱确实是少了点儿。不过我觉得，怎么着也能帮公司周转一小段时间，所以这钱您就先拿着吧。哎呀，芷莉啊，你看你啊，挺聪明一孩子，办这点傻事儿，嗯，你说，这点钱对于茂森国际的现状来讲，它能起什么作用呢？嗯，不过呢，没准哪天对咱们家倒是能有用处，嗯，所以呢，这笔钱啊，你先收着，嗯。芷莉啊，你看啊，这段时间你和楚木做的这些事情呢，我和文姨都看见了，也记住了，心里觉得特别暖和。我跟你文姨商量了，这个茂森国际呢，现在确实遇到点困难，啊，可是我跟你文姨会努力做下去的，即便有一天茂森真垮了，我和你文姨也会坦然面对。嗯，你爸说的对。哟，哎，回来啦，都在家呢。聊什么呢？聊什么？聊你们一心就知道穿着情侣小马甲，想着你们的二人小世界，天天脱离家庭聚会。怎么说话呢？我们是在忙正事儿，好吧？快快快！哦，对了。国影冰心主秀的邀请卡我给你带回来了，你们一定要去哦。我和冰可是会登台走秀的。啊，你也会上台走秀啊，杨？他非要让我上台走，我也没办法。什么时候啊？下月初。下月初啊？哎呦，下月初我们公司事儿好像挺多的，而且之后会越来越忙啊。那我们就……整个舞台的效果都是我精心设计的，你就这么不给面吗？就是去去去，必须得去，哪能不去啊？自己家人这不捧场哪成啊？机会多难得呀，必须得去，听见没有？嗯，就是啊，公司的事儿永远忙不完，不在这一晚上啊。对，哎，你们年轻人多参加这种时尚活动，会留下美好记忆。去，行吧，楚墨，那咱俩就勉为其难的去一趟吧。哎，行吧。二妈，三爸。嗯，你们也去呗。嗯，我们就不去了。一个呢，公司确实有点忙。另外，我和你三爸呀，就怕那种场合，那音响嘣嘣嘣的受不了。啊，行行，放过你们俩。嗯，真乖。薛总，果然跟您预计的一样，我找了国内好几家同行谈合作与并购的事儿，结果没有一家敢接手的。不是说他们自己家现在也资金困难，朝不保夕，就是说咱们的盘子太大了，他们没有那实力接得下。最后话里话外的意思，其实就是冲着一个点去的，那就是现在能接下茂森国际的只有万源集团了。嗯，周万里果然是把每条路都给封死了，他真是要赶尽杀绝呀。跟咱们订货的那两家美国公司已经宣布破产了，我估计连违约金都追不回来。并购的事谈怎么样了？现在文正啊，你现在马上联系周万里，我要跟他见面啊。徐董事长啊，幸会幸会幸会！王总，幸会！来里边请。董事长，薛董事长到了。老周，哎呦，茂强兄，哎呦，真是稀客稀客呀！来来来，请坐请坐。好好好。哎呀，茂强兄，嗯，
我是知道你最喜欢喝安溪的铁观音，我这是年年备着，可是年年备着年年用不上了。哎呦，今天真是谢谢你赏脸给我这次机会啊！啊，是周董事长盛情难却，我实在是却之不恭啊。王总，咱们出去聊会儿。薛董事长，您坐啊。哎，好。嗯，来吧，毛强兄。尝尝我亲自为你泡的茶啊！来，请坐。周董事长啊，你真是用尽心思，颇费周章啊！啊！哎呀，茂祥兄，嗯，我真没想到你今天会来。你不是一个会低头向人求饶的人啊！要是为了我自己，我才不会来呢。茂森国际是我一手亲自创建的，我不想看着他就这么毁了。再说了，我上上下下有那么多的员工，我不想看见他们都失业了。我知道你呀，就想让茂森国际破产，嗯，但是啊，商场上没有永远不变的敌对方，只要有利可图，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所以只要茂森国际还在，他还能按照他正常的模式运营，关于他的主人是谁，我已经无所谓了。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来收购茂森国际？看来我们很有可能成为同事啊，孙部长。应该没有这种可能吧？薛董事长今天来不是谈咱们之间的合作，或者让我们收购茂森的事吧？汪总太客气了。你们周董事长怎么可能同意同我们合作呢？他只可能同意收购，那就意味着翔哥不会再是茂森的董事长了，那我当然也就不会留在茂森了，咱们就没有可能成为同事。那我们给你开出很好的条件留你呢？我不认条件，只认人，我只会跟着翔哥。孙部长跟薛董事长真是荣辱与共啊！哈，汪总跟周董事长难道不是吗？能让部下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薛董事长做人很成功啊！我确实有收购茂森的打算啊，可是我为什么不等着茂森破产以后以更低的价格收购，而非现在出手呢？茂森一旦破产，所有国际市场的营销渠道可全都毁了，到时候你再重新建立得多花多少精力和资金呢？如果你现在收购茂森，所有的营销渠道都可以为你所用了。金融海啸早晚有一天会过去的，等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万源集团就可以通过茂森的品牌和营销渠道杀入国际市场，那么你多年的愿望不就顺利实现了吗？听起来确实有那么一点小的诱惑。如果周总现在收购茂森，我们在价格上也可以给很大的优惠。再说了，茂森有很多产品在。你先别着急，茂祥兄，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其实啊，我对拓展国际市场已经没那么大兴趣了。啊，即便是我什么时候又感兴趣了，我可以重新多花几倍的精力和金钱，重新把这些供销渠道全部打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相比较而言，能够亲自看着你破产，更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满足感。我怎么能因为这一点蝇头小利而错失了这件美事呢？来吧，毛祥兄，再喝一杯我亲自为你沏的茶啊。心领了，告辞。那不送了啊。翔哥，走吧。我送你们二位。不用了，谢谢。再见。
准备做决定了。哼，嗯，哎，我跟你说啊，嗯，这个天台我一共上了过三次，第一次啊，就是我做决定，把周万里踢出国际市场。第二次啊，就是我决定去不娶你。这回第三次，看来也是最后一次了。你不打算再坚持一段时间，再考虑考虑？公司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偿还那些债务了，再这么拖下去没什么意思，只会负债越来越多。到时候再宣布破产，还会牵扯那些债权人，何苦呢？也是。行，那你就这么定了呗。嗯。薛总，我还是留下吧。公司破产以后还有一大堆的杂事要处理啊。拿来。哎呀，不用。这些事儿我都能干，我没问题。我们跟你联系那新公司，人家还等着你早点去上班呢，早点去熟悉熟悉情况。公司现在破产了，还给我这么一大笔的安置费。不光是你，所有元老都有。那我少拿点儿。哎呀，你就拿着吧啊！我万一有一天过不去了，肯定会求你帮忙的。那我去新公司安置好了，就给您们电话。好，你们有什么事儿，随时打我的电话。我也有空就去看望你们。行行，好，邱总，您多保重。你也保重。嗯，嫂子，哎，您保重身体。再见，我走了。哎，看来呀，以后没准咱们都得指望孩子了。Thank you.
就在你身边，看着每天都变成瞬间，喜欢独自想象能和你一起分担所有一切，在离开你的时候不知为何我们有一点难过，把一个人的想念当成一种习惯，是我们去懂。